呀，咋想的？看孩子有啥好的？想提前试试待娃有什么感觉？哎，放心大胆试，能活着就行。这可是闺女啊，你不珍惜呀、啊？小棉袄穿久了也热呀。不用看孩子，感觉真爽啊！你也玩呀？爸爸，我能玩玩具吗？你玩玩具还要问他？玩，这是叔叔家。爸爸，我玩玩，我可以去给自己冲奶粉喝吗？你能别演了吗，诗诗啊？你什么样我心里没数吗？爸爸，你别生气，我马上就取快递。阿姨去给你冲。不是阿姨，是姐姐。看出来了吧，精着呢，也不知道随谁。爸爸，我喝完了，我去刷杯子了。行了，你别演了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回头让你妈收拾你。诗诗这么乖，要不住一天呗？